能跳一下舞，也不能开心一下。其实大家也觉得他应该多多去跑跑步，多多去游游泳，能不能够恢复小马哥的帅劲，我们就来看看呢，他是不是有一点累了。从女社区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是一个18岁的大孩子，第一次离家这么久。当过兵的，一谈到军中话题，话匣子就关不住，连总统都不能免俗，要提一提当年勇。这个场，这个可能在中国，在别的地方可以考试的。好，别，好，别多吃。不过有些事就是斗不过光阴无情，马总统现在可不比当年年纪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上任之后格外注重身材，就怕被人家拿出来仔细比较，说他当年多瘦多潇洒。号称上任过后没有休过一天假，马总统忙得昏天暗地，当然没空睡美容觉，打盹的画面以前媒体拼命拍，现在习以为常。好多人都发现操劳的总统眼袋变深了，皱纹变多了。好弟弟哈，谢谢马爷爷。瞧好总统的表情多尴尬，积水越来越多娃儿这么叫他，小马哥变马爷爷，总统真的好难适应啊。中央新闻陈佑斌、陈维如台北报道。